脚步目光四顾，老年之舞颜色在天幕下很残酷，一切都是生不腐蚀的上民一族，化身成新的觉悟，当这笔的征途也绕路，诺罗化身是只是站立在这战场，拒绝征服只能从此睁开看清楚，美好是荣光的国度，黑暗森林法则被我掌握，囚禁过的盔甲被我经过，散落一点邪恶的我收割，黎明正气魄挣脱不再撕扯，战胜伤痛愈合不再灼热，信仰是唯一的歌。壮士的心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正疯长，等我蜕变见证荣光，消失的战役是我结账，呼吸沸腾让风声滚荡，飞翔去远征滚浪，放这才是我的模样，壮士的勋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正膨胀，等我蜕变见证荣光，消失的战役是我坚强，呼吸沸腾让风声滚烫，飞翔去远征滚浪，放这才是我的模样。各位，尖叫声！欢迎各位，这里是台风少年终极成团之夜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郭涛，欢迎各位！辛苦了，喘口气，不着急。欢迎现场所有为我们台风少年而来的你们，同样也要欢迎通过我们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以及酷狗直播。还有 B 站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一起要见证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我相信今天晚上对于每一个在场的你们，还有通过直播在收看我们今天晚上成团之夜的朋友们来说，都是等了很久的一天，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能量了吗？不光你们准备好了，我相信今天在台上的七位少年也准备了很久，所以接下来有请他们一一跟大家打招呼了，再次把尖叫声送给他们，来吧！大家好，我是可能不再那么老实的张真源，对。Yeah。我的名字叫做刘耀文，小心你们看了我的表演今天失了魂。哇，个子长高就是不一样啊。有对吗？耶，还有哟，这里是杨啊，我听不到自己声音。哎呦，这里是喜欢 rap 杨浩翔，请你们看到我在这里并不是假象。哎呦，大家今天晚上祝大家看得开心，看得快乐。会的真多，前面对我不知道说啥了。抱歉，不会 rap。不会 rap， 然后也不唱歌。大家好，我是马佳琪。对，然后今天希望大家跟我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Hello， 大家好，我叫丁程鑫。然后希望各位今天来这儿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成团之夜。对，蜕变。我可能和大家有点不一样啊。我就那个网络一线牵啊，千里来相会。Hello， 大家好，我是贺俊霖。大家好，我是特别不喜欢说反话的宋亚轩，然后今天大家都很不开心。好，再次把你们的尖叫声先送给这七位少年。 OK， 今天晚上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夜晚，除了再次见到你们，因为你们个子长高，我觉得真的时光如梭啊，
最开始见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小朋友来形容，今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帅气的少年，对不对？当然刚才都提到了，今天晚上是终极成团之夜，而且在他们暑假期间其实发生了一些蜕变之旅。你们有看那一档蜕变节目吗？叫做台风蜕变，没错，台风蜕变之战总共有6集，所以今天晚上会不会成为第7集也说不定。当然我相信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让大家看到了这7位少年他们准备好了用蜕变的方式，看到他们这一段时间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不辜负在现场和通过直播收看我们今天晚上成团之夜的每一位你们，因为今天晚上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的重要。今天晚上呢其实很特别，可以用开心来形容，也可以用不开心来形容。我觉得开心的在于让大家要看到的是你们的改变，通过这一时段的训练之后作为真正的少年之力是什么样。不开心的是因为会有一个结果，但是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夜晚，因为今天晚上会看到台风少年们最不一样的一面。所以接下来当然今天晚上也是我们暑期训练的一次终极测试，说到了测试，今天晚上就会有规则，也会有拉票和投票的环节。我们先有请7位少年在我们的正式表演开始之前给自己拉拉票吧。哎，现在就每个人给每个人要拉票了哦，因为现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可能就已经开始投票了。真源先来吧，给自己拉拉票。我们拉票的时候往前一步好不好？来，首先我觉得大家能投给我的就投给我吧，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要投哈，只是看你们要投谁。只是我觉得现在拉票也没啥用了，对吧？哎，刚开始。哦，没有，我意思是，反正加油嘛，对，希望大家给我那宝贵的一票，对。好，谢谢。为他投票，他叫做张真源。好嘞，耀文。大家好，我是刘耀文，然后投我吧，谢谢。记住他的名字，他叫做刘耀文。阿翔，其实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也希望那个在座的每一位能把票投给我，也谢谢每一位把票投给我的人，在我身后默默支持着我的人，谢谢你们。为他投票，他叫做严浩翔。小马哥，小马哥。Hello， 大家好，我叫马佳琪，对。然后那个就是到现在特别谢谢就是所有支持我的人，然后特别谢谢大家。别的话，就是希望这一次的演出能给大家看开心，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愿望。为他投票，他叫做马佳琪。好。Hello， 大家好，我叫丁成新。对，然后谢谢各位在后面就是默默的支持我，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我们一起喊开心好不好？3、2、1，开心！同样喊出他的名字，为他投票，他是丁成新。酷，好，我吗？Hello， 大家好，我是贺俊霖。然后先就谢谢给我投票的每一个人吧，然后就一直在支持我。然后其实说实话，现在投不投票其实也没有太重要了。然后但如果能投的话，也可以投一票的。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开开心心的，对，谢谢。记住他，好心态的贺俊霖。大家好，我是宋亚轩，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然后希望大家投我那一个宝贵的一票。Thank you， 谢谢，他是宋亚轩。好嘞，每个人拉票结束，也就代表着今天晚上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成绩。
同样要跟各位说的是，今天晚上还会有另外一个成绩出现，到底是五还是七，还是需要还是需要现场跟线上的朋友们通过投票最终产生。我们先再次把掌声跟尖叫声送给七位少年，稍后他们会再次回到舞台当中，用他们最真实最有能量的状态给大家来呈现。稍后见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就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数字相当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要向现场还有线上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终极成团之夜的规则。这个规则各位很重要哦，因为其实决定权在各位的手中。各位今天晚上可以登录到 TF 家族的官网或者 TF Family 微信公众号，参与你希望几人成团的投票。通过普通会员每天可投一票，高级会员每天可投十票，投票结果将决定今后台风少年是五人团还是七人团。当然今天还有个人投票，我们的超级星饭团也在举办关于台风少年的人气投票，大家可以用微信账号来登录超级星饭团，每位用户每天拥有五次的助力机会，登录 TF 家族官网或 TF Family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得额外的助力机会。人气投票的第一名少年将成为组合成员的成团之后的官方 CV， 组合成员的番位也将由今晚的人气投票来结果决定。各位接下来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在现场线上的朋友听要很仔细的听，八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二十点是我们最终的投票截止时间，你看很多人已经低下头了，所以抓紧时间为你喜欢的我们的少年们去投出这重要的一票。当然今天晚上除了各位要跟大家在现场去见证我们的终极成团的少年的表现，我们还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老师在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见证今天晚上的所有。当然这两位老师他们也有打分的权利，他们的分数呢有可能会决定到最后的成团数目。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位，首先让大家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团极具影响力的创作人和制作人李伟松老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我觉得太熟悉了，在他的笔下写出过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在他的门下有太多厉害的学生，比如说你们应该都听过孙燕姿的歌吧，张学友的歌听过吗，李玟的歌，好，台风少年的歌听过吗？伟松老师呢，今天将作为我们的音乐评委，跟大家在现场用他专业的方式，并且用他非常应该叫做和蔼的这种态度，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晚上特别的夜晚。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舞蹈非常厉害，让我们欢迎到的是资深的编舞老师舞者万星星老师，欢迎万老师。万老师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舞蹈界中甚至在国际的舞蹈大赛中都有着非常棒的成绩和非常厉害的资质，比如说曾经获得过我们的 Dance Vision 起舞大赛的冠军，这个比赛非常厉害哦，还有我们担任过2017 T Dancer 以及 UDO 亚洲街舞锦标赛的评委，也要可以说万老师今天也是带着敏锐的小眼睛在台下要看一看我们这七位少年今天会用什么样的姿态跟大家决定他们的成团之夜。不过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是在二十点也就是今晚的八点之前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你们可以决定是五人团还是七人团，你们可以决定七人五人他们的 C 位或者是番位，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去登录到我们的官方TF 网站和我们的 TF Family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超级星饭团为你喜欢的少年投下这至关重要的一票。 OK 试一试你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各位他们七个少年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见，但是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一点一点在成长，而且他们保持着对这个行业对这番事业甚至对以后未来的一份初心，所以我也希望也期待今天在台下和通过直播在收看我们
今天晚上成团之夜的每一位观众粉丝，你们可以用最真诚最大的能量去鼓舞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不孤单，有一群人会一直跟他们一起成长，是不是就是你们呢？所以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台风少年成团之夜的终极的表演，我们要看一看第一组会是谁登上这个舞台呢？你们准备好了吗？尖叫声欢迎他们。谁还不睡？黑色的星星和斗篷下面，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街，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饿累或闪泪，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累。相隔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都逃不过考验。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次锤炼，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耶耶耶耶，呼唤黎明的出现。耶耶耶耶，为什么抓光了贼，多年来更眉目击过抢匪，而贫穷还是像潮水淹没了人们生存的尊严。文明最巅峰某天，人们和蝙蝠却逐位洞穴，那罪行再也看不见，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都害怕去改变。有没有一种改变，有没有一次创联，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耶耶耶耶，呼唤黎明的出现。耶耶耶耶，小丑勾结，明代和财团签约，善良和罪恶妥协，越来越大的企业，越来越小的公园，越来越深的幻灭，英雄电影情节，面具下的人是谁，或是说不管是谁，都无法全身而退。
而退。我就是这样，不光缺不偷，想绝对不要毫无防备，不要再给他
们机会，只有完全展现自己，他们才不会说你鸡肋。过得也不公平作对，为情也背弃鸡腿，无法尽如人意，那就做到问心无愧。要做到人成，或许真的太难。他们的言辞真的过于委婉，现在还有什么不敢？和虚情假意全都烟消云散。真正。风跟着我飞，有两道火光，天上海里的神仙能来往何方，从不拘泥任何世俗凡人的目光，我要奔向前方那光芒。我相信缘分，但不听从命运，总没有人出生就会获得好运，总不在意他人的光线，站地里多么光光线，走出大步又来闲逛。我想要背水一战，护住一直向前，不想要放弃，即使会失去这一切，要改变命运，很难被摆到的从前，走今后方向，他绝对不会胆怯，打破一切所有是非定义，深夜无法融入我的心里，孤独受伤还是还有迷离，相信自己可以打败命运，从来不懂得如何去收放，哭泣甘来自世人的眼光，我不需要的是真实评价，是人是人都不可能将我阻挡。不要挡住我的路，你一点都不错目，我们的想象那么远都那么无助，不要急着往我束缚，我会加快速度，努力的光芒永远都不可能不必遮住。地与困难分身不顾，天我就是一片石头，改也变得万众瞩目，命我就是刀枪不入。那就让我的沉沦这一世，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那就让我的沉沦这一世，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我黑暗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也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麻木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每天，闲言岁月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破碎一切皆命中注定，就不为一件从来都不是命，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要有多少意义，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咱们光芒都不合适定律，风波留下的泪引起我的注意，如果呈现又有什么关系呀。快乐不需要等到明天，下一秒都觉得遥远，如果自由可以不被间断，好吧，永远的做个神仙，我是莲花。快乐不需要等到明天，下一秒都觉得遥远，如果自由可以不被间断，好吧，永远的做个神仙，我是莲花。
什么是从我到我们？其实在琢磨对话这首歌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不管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我身边的听说过我的、喜欢过我的、不感兴趣我的，或者是讨厌我的，正在陪伴我的，或者是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而这些组建成了我们，又集结在一起成了我。对于我自己来说，一岁的我、十岁的我、现在的我，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有些可能加强了，有些可能反转了，有些淡化了，有些在坚持着，这些点都连成在一起，变成了我成长的轨迹。只要我的人生在持续着，那这些线永远都指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它可能让人迷茫、沮丧、愤怒、悲伤，也可能让人兴奋、愉悦、充实、快乐。但只要是永远有下一站、有下一个点，那就是永远让人期待的。关于投射出去的每一个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疑惑过，然后有计较过，有得意过，然后有愤怒过。但是最终明白，这些我其实都是由我而起，但它自诞生之后，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在这一切都很快速的时代，不仅时间、精力，连情绪都变成了一种很珍贵的燃料。负面的情绪其实可能吧，会有一时突飞猛进的作用，但其实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真正以此来支撑它。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有你们是开心的，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正在经历着什么，当下努力的体验，未来总是在前方闪耀着。这边是最好的了。谢谢你们所有以我为情绪曾经剧烈燃烧过、正在剧烈燃烧的，希望回忆总有余温。希望在未来我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温度和热量。希望我们的未来总有幸福。再一次要谢谢刚才的三首歌，分别是《黑暗骑士》、《高尚》还有《哪吒》，以及刚才的小马哥的一封给你们的信。其实在三首歌当中可以看到少年们在成长，这三首歌表达的是不同的态度，当然这些态度当中有他们的性格，就像在场的每一位和通过直播在收看我们今天这一场总决选的你们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就像刚才小马哥说的一样，从我变成我们，希望可以每一个你们都在，当然也希望每一个你们可以用你们最热烈的星星之火取暖，让这个舞台当中的每一个少年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来自你们或者说来自他们兄弟之间的热情。所以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各位，不要忘记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投票通道存在，所以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投票通道以及我们的超级星饭团，为你喜欢的自己的少年去投出这非常宝贵也非常慎重也很神圣的一票。在这里要谢谢每一位见证过或者正在见证少年们成长的你们，谢谢你们的陪伴，让他们变成了和你们一起。好，当然投票再继续，我们的少年们的展示也要继续。接下来要开始的这一组表演，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番态度。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笼子，在这个笼子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或者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你们准备好了吗？来看一看谁会出现。
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道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大家好，我是丁程鑫。这么正式跟大家讲话应该是蛮久之前了吧。有时候呢也会反复地问自己，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吧。人是因为有了陪伴，所以我才变成了我们。其实我呢是一个不太喜欢离别的人，但一直也明白人生就是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离别。就算这样，我还是希望各位在互相陪伴的这段旅程中都是开心的，我们可以一起拥有这段美好的回忆。很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家人、我的兄弟还有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一句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出我的内心了，
之后呢，我会更加努力，不辜负你们的希望，然后希望各位天天开心。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亚轩。今天是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个舞台，我很开心和大家分享我这个夏天的新的我。无论是伙伴们还是你们，都是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段很重要的时间的人。我很感谢你们可以看着我，然后一起陪伴我走上我喜欢的舞台。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然后在相处的日子里，尤其是这个夏天，我跟伙伴们还有当然还有你们，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让我感受到了蜕变真正意义。然后我感谢我爱我的家人，还有一直陪我训练的伙伴，还有一直给我帮助的公司，还有工作人员，当然还有默默付出然后一直支持我的你们。以前的我一遇到难题就放弃，但是现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也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我觉得就是自己有时候会增添很多自信心和勇气，会主动去尝试更多新鲜的东西。现在的我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是我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很多人说我带给了他们开心，但其实我也很开心。然后我会努力变得更好，然后去一直做让你们开心和骄傲的人。很感谢你们一路来对我的支持与陪伴，然后不管将来会如何，至少我们现在是互相陪伴的。所以希望今天我可以发挥到极致，展现最好的宋亚轩。谢谢大家，我准备好了。让时间变得没缝隙，剩下是无尽的空虚，傀儡有小小的憧憬，房间里黑暗又封闭，透露着赤裸的聪明，这言语太过的锋利，是谁来赐予我生命？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呗，
生死相随，去到东南西北，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生死相随，总会有人不对，就是冤家。没什么动静，让世界变得没梦醒，剩下是无尽的空虚，傀儡又深深的憧憬，房间里黑暗又封闭，透露着赤裸的聪明，监狱太过的锋利，是谁来赐予我生命？原来就没什么动静，让世界变得没梦醒，剩下是无尽的空虚，垂泪又深深的憧憬，房间里黑暗又封闭，透露着赤裸的聪明，监狱太过的锋利，是谁来赐予我生命？ 1 2 3 4 5 6 7 8 9，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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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1 2 3 4 5 6 7 8 9，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吧，我们也曾彼此相爱。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 What are you wondering? What do you know? Why aren't you 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Come here. Say it, spit it out. What is it exactly? You're paying, is the amount cleaning you out? Am I satisfactory? Today I'm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deadly.The way I'm drinking you down, like I wanna drown, like I wanna end me. Step on the glass, staple your tongue. Bury a friend, try to wake up. Cannibal class, killing the sun. Bury a friend, I wanna end me. I wanna end me.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 What are you wondering? What do you know? Why aren't you 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Listen.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shouldn't be said out loud. Honestly, I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dead by now. Calling security, keeping my head held downBury the hatchet or bury your friend right now. The debt I owe, gotta sell my soul. Cause I can't say no, no, I can't say no. Then my limbs are frozen, my eyes won't close. And I can't say no, I can't say no. Careful.
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Hello， 我是张真源。这两个月呢，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两个月。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做出这个决定呢，还是考虑了很久。对，因为选择了来，就意味着我要放弃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样选择才是对的，因为就是没人能预知未来嘛。我只知道我是热爱舞台的，然后是想站在聚光灯下的，并且还有一群人就对我有着满满的期待，所以我就来了。这段时间呢，是真的很开心很充实，除掉那些紧张和有压力的环节，我们几个在一起进步的那些时光，那些努力的那些时候，还是挺开心的。然后还有就是一起为了舞台上的细节展开讨论，然后不断训练，不断去纠正，就觉得那种过程的话就很幸福。对，就感觉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然后偶尔坚持不住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鼓励，就这种时候，大家感觉都很团结。对，然后呢，还想在这个特别日子说的就是，感谢我的家人吧，然后也感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同伴，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一直以来就是照顾我的那些长辈们。对，就是。在我成长路上，你们是必不可少的。对，然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是你们辛苦了。对，未来的日子的话，还是要不留遗憾的继续奔跑，然后带着你们的期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贺俊霖，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这样给大家写信，这一次是念出来的嘛。然后我记得上一次写信的话应该是2017年，当时应该是照着给大家读出来，然后这一次是对着镜头给大家把我想说的话全部都说出来了。然后其实2019年至今为止，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忙的一年的，就像从年过完年之后，然后就开始忙自己中考，然后中考完了就开始和他们六个一起忙着排练，然后就是弄我们的节目。其实在这两个月里面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里面，就像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时候，然后一起玩的时候，我其实这两个月都和他们六个在一起都特别开心的。对，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想谢谢他们的。然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粉丝们。对，就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就已经都4年多了，然后你们还一直在支持我。其实我觉得吧，你们能喜欢我那么久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对，而且我可能有些时候还要怼一下你们，当然你们也不是没有怼过我。对，其实呢我还挺喜欢这种相处的模式吧，就可能是因为我一直都是把大家当作成要好的朋友来看待，所以说我就还挺喜欢这一种我们之间互相怼来怼去的这种相处的模式的。对，接下来呢我也会努力，然后让大家不要喜欢我，然后喜欢的那么累吧，反正大家就一起加油吧，然后最后也祝大家能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严浩霞。今天想对大家说，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也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成长。为了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会一直努力下去，让大家每次舞台都看到不同的我，进步的我，然后和小伙伴们这两个月来的相处让我很开心。我们一起训练，一起熬夜，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也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继续走下去。感谢来到现场的你们，也感谢在屏幕前看着我们的你们，感谢注视着我们的一双双眼睛。毫无疑问，这将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一直走下去的。大家好，我是刘耀文，然后我今天想对那些关心我的人、喜欢我的人说一句话，对，就谢谢你们给我的支持，让我走到了现在。然后其实我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说一下，就去年的这个时候跟今年相比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不单单只是开心难过，其实更多时候是那种情绪难以表达的时候，对，就可能有些时候会很迷茫，就找不到方向的那种，也许是长大了一点点吧。但是在这个迷茫当中吧，我还是在坚持着自己做的东西，就没有忘掉自己的初心，还是跟大家一起玩闹上课这些的。认定的目标我觉得要好好把它做好，要不然就不做，要不然就把它做好，就无论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我还是会好好把它做好的，跟大家一起认真的上每一个舞台，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吧，就好好努力，然后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这就是我想说的。环抱去的夜，等到星星都熄灭，千里走没路灯的街，替你拿高跟鞋，别害怕为爱出发，用我的能量魔法保卫你，创造奇迹，每天起床深呼吸，是不是你对他真的叫欧巴，那位姐姐无限迷恋的他，扔掉工作，随时心情放大假，一天比一天魅力散发。Come on， 恋爱吧，快快冲，别害怕。蹦卡卡，蹦卡卡，姐姐呀，恋爱吧。蹦卡卡，蹦卡卡，姐姐呀，恋爱吧。就算是灭光线连个房，我都当记得要加糖，少女心我都帮姐姐的主场，全中你最漂亮，世界大别仰望，你有自己的磁场，不管天黑天亮我都会站在你身旁，等你毛衣好我保留的香，等你找到一个人放肆撒娇，请给他脱下高跟鞋，闭上眼
你毫无保留开花大笑，你看到也敢放肆撒娇，脱下高跟鞋迎风奔跑，快快快！恋爱吧，过完夏天生日，明天十八，扔掉工作随时心情放大假，一天比一天美丽散发，靠谱恋爱吧，快快冲别害怕。好听吗？各位姐姐们，你们恋爱了吗？不行，他们年纪还没到。我刚才呢，在旁边看到他们唱不同音乐的类型的歌，忽然觉得，唱这一首《姐姐恋爱吧》的时候，让我觉得好甜呐。他们有的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有这么高，现在已经到这么高了，时间很有意思。就像刚才他们在读信的时候，其实我忽然想到在。大家看的他们在暑期做的那档综艺节目台风逆战，可以让大家我忽然想到他们在第一期当中分三人房和四人房的时候写到了两句话，就是给彼此提出一些要求。很有意思的是，两个房间都写到第一条要求是开心，就像刚才他们在读信的时候一样，说到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台上也好，还是台下也好，在屏幕那一端也好，都可以因为他们或者因为他们的每一次出现会感到开心。我印象当中他们写的最后一个词是希望可以彼此放松，但刚刚我觉得他们在台上的时候让你们感受到特别放松的一个夜晚了吗？没有。所以各位，因为今天晚上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放松是希望可以让每个人沉浸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舞台。当然不放松是因为我们还是会有成绩产生，所以还是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提醒各位，我们不要忘记有投票的通道，以及我们超级星饭团的个人的 C 位番位的投票。离我们的截止时间越来越近了，今天晚上的8:2020:00的时候，我们的投票通道就会关闭。到底几人成团，到底谁是 C 位，番位如何决定，还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你们的投票产生。哇，就像这样一样，票一票一票的会在我们的舞台上被我们统计。其实要说到今天晚上七位少年通过我们的暑假准备了非常多的节目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蜕变也好，最重要的是还是希望各位可以用开心的方式去看到他们每个人的不一样。也许你不是为其中的某些人而来，也许你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来，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当中会产生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或者是期望更高的我们的台风少年。所以各位还是期待大家投下你们至关重要的一票，因为还是那句话，你们的一票真的可以决定到今天到底结果如何。好了，说这么多话还是要给一点时间给到他们，因为刚才太厉害了，还是要特别的谢谢我们的丁程鑫跟刘耀文上天入水，太棒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舞台还将创造奇迹，他们准备好了，再次用你们的尖叫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期过，兰花却依然等苞也无一个。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也希望花开早。一日来三回，看得花期过，哦，兰花却依然，连苞也无一个。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望着天空秀亮秀清风，自由的在水上飘。穿过每一条街道，它拨动我心跳，让我腐烂整个城市的面貌，再让我逃离了喧嚣，又忘记了糟糕的过去，想让全世界都听到。Yeah， 此刻我独领风骚。各位，各位，各位，接下来我们给他一点准备时间，因为现在进行的是通过票选产生的人气最高的三个 solo 舞台。刚刚是我们的宋亚轩，接下来这一位，目光可能还是要看上面，他会用非常特别的出场方式，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天使来到现场。所以接下来各位准备好。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丁程鑫。在我眼中，言语就是恶魔与天使，但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本身格局不同，我的人生我自己说了算，不需要别人来界定。不管前路多么艰难，不管世界怎么变幻，我还是我。
我还是我。夜里做了美丽的噩梦，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哦，梦里你是无敌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重。我的意识自控，脉搏流动，却没你是迷离操控。亲爱的，你是危险的迷宫，我找不到出口。是天使还是魔鬼，但别对我问候，像一个漩涡不停让我慢慢的坠落。我以何处误入歧途，想寻找出口，才发现一直被这剧本紧扣。无处不在的黑暗吞噬着我，无法挣脱，仿佛下一秒就要跌入地狱，无法逃脱。内心遭受着沸点的折磨，从未有人会懂，我早就深陷其中，内心封锁不会疼痛。你是至上的天使，张开了双翅救赎我于乱世，也是魔鬼的指示，冰冷的眼神让我无法直视。这世界扑朔迷离，我早已经不屑，就让我打破所有的规则，再定义这一切。如果你是蛇的诱惑，你存心迷惑，我才能软弱。但你是无法逃离的漩涡，一点一点把我吞你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接下来要大开杀戒，穿透你的耳膜，一直到大灵魂的深处，让你崇拜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nal Guess the War。我们生来就是叛逆，早已拉响了警报，气氛将被引爆，都给我听好，我无所畏惧，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受谁的威胁，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邪都毁灭。这放纵的感觉超越一切，不再胆怯，不需要你们的理解。我不想看，别再废话，趁早都消失在眼前。被我背起，当听到
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nal Guest 我，年轻就是要随心所欲，高举你的手臂，拿出你的勇气，不要再恐惧，只有依赖好真的心才能够拯救你，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诬陷都毁灭，这放纵的感觉，超越一切，不再胆怯，不需要你们的理解，我不想看，别再废话，趁早的消失在眼前。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精彩的表演，刚刚是三个 solo 舞台，分别是宋亚轩、丁程鑫跟马嘉祺给大家精心去准备的非常男友力 max 男友力爆棚的表演，但接下来跟各位透露一下，马上在舞台上呈现的应该是今天晚上各位期待度很高，对于七个少年来说也是颠覆性最大的一次表演，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呢，一会儿呢可能要唱一唱你们弯弯的睫毛，可能呢会唱一唱他们想成为大艺术家，他觉得你们都怪美的，这些歌曲对于他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于各位来说也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还是要跟各位提醒的是，截止到我们的8点钟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 TF 家族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 TF Family 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超级星饭团各个渠道来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到底是五人成团、七人成团 ，C 位是属于谁？还是要通过各位的投票来产生。所以呢，今天晚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享受到他们用尽全力去展现自己不同面的一次体验。当然，这七个少年还是像他们说的一样，希望各位可以用开心放松的方式来体验今天晚上的成团之夜，尤其像接下来要跟大家不光是在舞台上呈现他们颠覆性的表演。据说这两组他们在表演歌曲的时候还通过自己的摄像头拍了一些彼此在排练这首歌的时候的黑料，而且是用很好玩有趣的方式跟大家来展示，一会儿呢看一看在我们的大屏幕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些少年。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可以把名字告诉各位，一会儿会听到睫毛弯弯，还有怪美的大艺术家，我很期待这些少年刚才用那么刚劲有力的方式，用 rap 也好，或者是用摇滚也好，在舞台上呈现了他们的音乐风格，这些歌曲他们会用什么样颠覆的感觉呈现，或者说会用什么样的舞蹈来呈现，我相信在座的两位我们的评委老师也会用他们专业的眼光来评判一下他们今天在舞台上是否完成了他们自己所承诺的蜕变。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8点钟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你在收看直播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官方投票通道以及我们的番位投票通道，因为今天晚上会用我们的票数来证明到底谁在舞台当中会跟大家用蜕变的方式再次见面。我们的所有票数的统计都会在我们的超级星饭团的 APP 当中最终去显示，所以今天晚上每一票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了解。所以接下来各位小姐姐们，你们喜欢的
怪美的艺术家们又回来了。沾着吐口水，审美的世界，谁又敢说那么绝对？这我假我自我看清天，这个我想要那个我。谁来推我一把 ？I'm to the next one。一路被这太多道道活着令人会喘。去想去想去讲不想管就别管，太婉转的相处灵魂拉扯所有畏难，正负能量全都失掉，每个丑的自由它存在的必要，爱恨随你个体喜好，拒绝你的微笑拥抱，想要活的先要回应心中我只必要，错的对的说，美的丑的弱，问我我说我能，我快美。
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多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房，心情荡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传说好久不见，明明才见你。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我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哦、oh, ，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怎么办才好？眼神多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荡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传说好久不见，明明才见你一次面。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大家好，我叫张真源。淡淡的牵挂。
大家好，我是宋亚轩。身高是1.51米，完美。是不是也是非常多的感人瞬间让你们想起？我其实和你们一样，在看这段成长 VCR 的时候，忽然间觉得时间真的好快。我印象当中第一次看到这些少年的时候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实力一次次的去做一件事情，证明给每一个质疑他们或者是曾经对他们不是很相信的人，让大家看到台风少年真的可以伴随着每个人一起成长，而且他们成长的速度、成长的能力也一次次的在舞台当中被大家看到。我觉得接下来各位可以放下你们的照相机，因为他们就在台侧，把你们最大的掌声送给成长好吗？因为成长的力量真的很厉害，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男生变成少年，甚至以后会变成男人，他们的肩膀上扛起越来越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舞台当中去证明自己，他们是可以的。各位，现在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要截止我们的投票，再一次用你们最大的能量把我们今天的台风少年请回这个舞台，欢迎他们来吧。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有两分钟，马上就要截止我们的投票。每个人用简短的一句话给自己来做最后一次拉票。来，真源。谢谢大家投给我吧，然后我以后会尽最大努力对得起我这些票的。好，耀文。其实我就想说吧，我觉得大家尽力就好，对，就不忘初心。谢谢浩翔。就是希望我把这次最好的孙亚轩展现给了你们，然后怎么说呢，然后就给我投你们宝贵的一票吧，谢谢。好，接下来佳琪。其实谢谢大家来这里看我们那个演出，对，然后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回忆都是特别开心的，然后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谢谢。谢谢红星。然后其实也很少对大家说谢谢之类的，就先谢谢各位这么多年以来的陪伴，然后谢谢小伙伴们对我的支持，然后谢谢我家人们对我的支持，然后谢谢，然后希望这个夏天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然后丁程鑫会加油的，谢谢各位。好，还有最后30秒，下一位。谢谢给我投票的你们，然后也谢谢一直在我背后支持着我的你们，不管是 好接着来不管今天的结果怎样，我都会继续努力的走下去，让你们在每个舞台上都看到不一样的我，进步的我，谢谢。好，这是浩翔，刚才也看不清楚前面那一位浩翔是亚轩啊。我时间还有吗？就先谢谢大家给我投票吧，就大家这个夏天投了那么久的票，也大家都辛苦了，对。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吧，反正就希望大家这个夏天看到我这个样子都是开心的吧，对，就这样，谢谢大家。好，在最后说出希望大家看到最开心的样子的时候，时间到了8点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的台风少年成团终极之夜票数尘埃落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进入到统计票数的当中，到底是5人成团7人成团，最终谁会成为团队中的 C 位，番位如何决定，稍后我们在舞台即将公布。但是还像今天说的一样，希望各位可以用着开心放松的心情去见证他们的蜕变，因为每个孩子在舞台上就像刚才的成长 VCR 一样，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你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我相信要演唱的这一首歌一定可以代表此时此刻台上的7位跟台下还有屏幕前的你们。这首歌呢，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听过，叫做我们曾在一起。邀请各位做一件事情，把手机的荧光灯闪光灯都打开，还是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去燎原，希望你们的每一份心情每一份能量可以汇聚在舞台上，为这7位少年的未来助力，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把手机的荧光灯闪光灯打开，来这边还有这边的，准备好了这一首歌我们曾在一起。
想中开放的是你含笑的样子，记忆的故事多么的真实，看春天醒了，冬天睡了，又是一下子。时光走着它的路，路过青春的脚步，心情有悲也有喜，因为我们在一起。时光跟着它自己，速度不缓不急，只是未来刚刚开始。我们藏在一起，总有太多故事，每一天阳光轻轻洒下，梦想在起舞。我们曾在一起，在一起创造过奇迹，就算那一天要分离，请不要哭，我不哭。时光走着它的路，路过青春的脚步，心情有悲也有喜，因为我们在一起。时光跟他自己，速度不缓不急，只是未来刚刚开始。我们藏在一起，总有太多故事，每一天阳光轻轻洒下，梦想在起舞。我们曾在一起，在一起创造过奇迹，就算那一天要分离，请不要哭，我不哭。牵着手一起走，我们不回头，记住要到下一个路口。我们曾在一起，总有太多故事，每一天要光轻轻洒下，梦想在起舞。我们曾在一起，在一起创造过奇迹，就算那一天要分离，请不要哭，我不哭，请不要哭，我不哭。相信未来的力量。刚刚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坐在最前面，我在后台在看，七个黄色在各位的星光当中非常的闪光，黄色代表着稚嫩，但黄色也代表着成熟。我相信黄色今天晚上会变成收获的感觉。我们的成绩还在统计当中，马上就会在舞台上来向各位公布。紧张吗？还是会有紧张？会紧张吗？还是激动期待更多一些？小马哥所以会紧张吧？还是有一点紧张。我相信在台下还有在屏幕前收看今天直播的朋友们会更紧张，因为他们就和你们一样，都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今天晚上在这个舞台当中，我们的台风少年的终极的阵型就会产生。接下来我们其实今天晚上在现场还有两位专业的老师，我们成绩马上就要揭晓。我们在揭晓之前，请两位老师也给七个少年一些祝福好不好？李老师。 Hello， 你们好。大家好。这舞台太高了，我看不到你们。走近一点吧，好不好？
两位都是今天晚上见证大家的老师，我们用最炽热的目光，各位粉丝朋友，不要挡住我可以吗？前面的美女们，注意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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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们好，老师好，老朋友了。今天我站起来吧。今天呢，看到你们在舞台上的表现，我特别的感动。那么你们都很棒。然后呢，说真的，如果要我从七位同学当中选出呢五位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当然，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位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台风少年的这个组合。那么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你们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哦，过了今天，明天又是新的开始。然后继续加油，好吗 ？OK，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李老师，李老师是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的前辈。接下来万老师今天穿的跟他们是一样的黄色，一个团，也给点祝福。哦，就是我今天是第一次看你们现场嘛，然后就觉得，哇哦，这七个小孩子真的是太帅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努力的人总是会幸运的，然后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在自己热爱的道路上一直越走越远，祝福你们，耶、yeah ！谢谢老师，谢谢万老师，你的笑容出卖了你，你和你旁边的女孩子们应该都一样，被他们的颜值和才艺所征服。那这样吧，我们就在舞台的最前面，离大家最近的距离。成绩呢，导演跟我说马上就会来递给我，我们就会在舞台的最前端，离你们最近的距离，向大家来揭晓今天晚上的最终成绩。各位期待吗？我相信每个人今天晚上都感受到了七个少年的蜕变，就像他们在暑假当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60天，差不多将近1500多个小时，就是今天晚上想用自己的蜕变再次用两个字告诉大家，证明是多么的不容易。好了，哇哦，现在哇，你们七个人第一次齐刷刷的看向我，因为我手里拿着就是今天终极夜的最终成绩。我们按照顺序先来公布人气助力的排名前三位，他们分别会是谁呢？通过我们超级星饭团 APP 的投票，产生了都是千万级别的票数啊！我们先从排位在第三名的开始。贺峻霖，你不要这样看我，压力好大啊！你看完了，我要宣布。人气助力排名第三位的是，他获得了3659,538票，他就是宋亚轩。谢谢。恭喜亚轩，是我们的人气排名第三位。接下来要公布的是人气排名第二位的票数是5322,6116票，恭喜丁程鑫！谢谢各位。第一位了，这一位也就代表着，不管是五人团还是七人团，在成团之后，他是团员当中的 C 位。这一位。会是谁呢？你有为他投票吗？那这7538,469票当中就有你们的一票，恭喜排名人气助力第一位的马嘉祺，也就代表着小马哥马嘉祺在成团之后是以 C 位担当来出现。接下来有请小马哥发表你的 C 位感言，来向前一步。我先来谢谢大家。
7000多万人为你投票，对于这7000多万人，有什么要讲的？其实突然不知道说点啥了。我其实也不是很会表达，然后的话今天站在这里，然后现在站到了这个位置，然后特别谢谢一直在我身后支持我的大家，然后还有我的兄弟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呢，我其实觉得不管现在还是以后吧，就是最大的对手其实都是自己，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只要是对昨天的自己不满意，然后就肯定是会一直往明天去走，去做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就是每个人在，就是大家都能，不管在做什么都能收获一份开心，这就是为什么希望大家开心开心开心，就真的希望大家开心。然后真的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一起去未来。好，再次恭喜马嘉祺司仪女担当，然后谢谢每一位为他投票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顺位名次，获得排名第四位的是刘耀文，第五位的是张真源，第六位的是严浩翔，第七位的是贺俊霖。我们一起给投票的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好不好？一起来，3、2、1，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在现场以及在屏幕前为这7个少年投票的你们，不管他们的成绩如何，我相信都有你们的一份见证。好，这一声谢谢代表着这份责任哦，接下来要对得起他们投出的每一票。好了，各位，个人成绩揭晓之后，就是要最终公布是否会7人出道，还是今天有2位，我特别不想说这个词，淘汰离开。但是票数也是由各位一票一票来投出，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期许的是，不管结果如何，每一位少年都值得大家被肯定，因为只要付出，只要努力，就一定是正确的方式，而且每一次努力一定会得到你们的回报，对不对？好了，我就不做气氛了啊，因为这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个悬念。各位，我们通过投票渠道票数统计完成，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是5人团还是7人团，一起来看。现在票数相当，7人团遥遥领先，最后7人团的柱状图完胜5人团，个十百千万十万42万支持7人正式出道。那我在这里就宣布，在台上的7个少年，我们的台风少年将以7人的方式正式出道，恭喜你们。整整齐齐才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才不辜负每一个人。再次要恭喜7个少年，我们的台风少年今天就正式成团，也要再次谢谢在现场和屏幕前支持每一个少年的你们。好了，也就代表着今天是圆满的结局，没有人会离开我们的团体。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小马哥刚才是 C 位，所以最后来讲，我们请真源开始，每个人来发表你们的成团宣言。来，有请真源。怎么说呢？这段时间的话，还算过得比较充实吧。然后，幸好有你们的期望，然后我才能在舞台上，就有这些勇气去表现自己。
正因为你们的期望，我才能坚持下去。对，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觉得我不会辜负大家，然后会一直努力，一直向前冲，带着你们的期望做到更好的自己吧。谢谢你们，加油台风少年张真源、耀文。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一起努力吧。对，就以后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家一起闯就行了。耀文加油。亚轩。今天这个舞台是意义很重要的一次舞台，然后很开心跟你们分享这个夏天的我，然后接下来日子中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努力做一直让你们骄傲的人。谢谢。谢谢亚轩。重新重新先来。说点什么呢？就是谢谢各位让我一个平凡的少年有梦可以做，然后希望以后是一个更美好的开始。然后都说行百里路者半九十，然后那一个人我希望不是会是我们，我希望我们一直会坚持下去，一直到最后，然后一直到可能或很老很老的时候还会是我们七个人一起在一起。对，然后也希望各位天天开心。对，然后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打倒，就是未来还是属于我们的。加油逆中心。阿翔。大家辛苦了，辛苦了。今天能够出道，我很开心。我其实看到大家一票一票的为我投，给我投票，我知道大家其实都很辛苦，对吧？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我们一起努力吧。然后我会让大家在每一次舞台都看到不一样的我，进步的我。谢谢大家，加油浩翔。上次成团宣言呢？俊林。就是先要谢谢我的粉丝给我投票。对，先谢谢大家。然后我其实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是一个团了，那既然都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团的话，那可能以后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其实就有一句话我一直都是在我心里面记住，就是是一句古诗，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就我觉得不管是我也好，我们七个人也好，就以后遇到再多的困难都可以去征服它。就这样的。谢谢。谢谢。谢谢静玲。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成团宣言，相信接下来的道路肯定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今天七个人将要一起踏上征程，为各位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书写更多的成绩。再次谢谢各位的投票，也祝福七位少年开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对七位说声加油好不好？祝七位再次恭喜七人成团，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会有更不一样的成绩咯。再次谢谢他们今天晚上辛苦了，各位辛苦了，谢谢我，谢七人成团呢。好了，辛苦了，谢谢各位咯。辛苦了，谢谢各位。接下来有我们最自信的身影，证明今天晚上是值得的。谢谢。再次把尖叫声送给七个少年。
辛苦了各位，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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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哥也辛苦了。下次见喽，下次见各位，拜拜，再见，拜拜。恭喜七个少年今天正式成团了。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谢谢在场，还有通过直播在收看我们今天晚上总决选的每一位朋友。相信呢，各位也体验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回忆。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和酷狗直播，以及我们的 B 站对我们的直播的大力支持。我相信接下来有更多的成绩会带给各位，也接下来期待着我们的每一个人跟七个少年打开海阔天空的新成绩。下次再见喽，拜拜，谢谢各位，晚安。
辛苦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希望这个夏天是大家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最珍贵的回忆。然后未来大家我们七个人一起走，还有你们，谢谢大家，然后大家注意安全吧。对，希望大家能觉得这个夏天是一个开心的夏天吧。对，其实最重要的，因为大家其实来看我们也是因为开心，因为对见到我们肯定是开心的。然后我希望各位也就是天天开心，然后我们七个人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肯定会天天都很好，然后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OK 吗？开心最重要，照顾好自己 OK。 然后回家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然后对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嗯、对，注意安全，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下次再见。祝在座的哈巴拉各位天天开心，然后回家全部，然后天天开心，然后回家注意安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辛苦了，拜拜，记得开心哦，开心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下次见，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再见，辛苦了各位，拜拜，下次见，拜拜，下次见，记得开心哦，拜拜。